知道你不服，今天本宫就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心服口服。来人，在颖妃犯上不敬，拉下去杖责。你敢？本宫是皇贵妃，主理六宫，为何不敢？皇上礼重蒙古，你岂敢动？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本宫打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！ 快动手啊！皇贵妃娘娘息怒啊！太后驾到！太后晚安。这是做什么？哀家刚从安华殿给永琪诵经超度回来，一路就听得你们喧闹。 臣妾知错，起来吧。当皇贵妃日子也不短了，还不能让嫔妃心服。颖妃啊，你位分低些，也该懂得尊卑上下。太后恕罪，原是臣妾见景元大哭，心疼不已，情急之下才犯上的。 皇祖母，皇贵妃掐景元，景元好痛。景元啊，皇贵妃到底是你额娘，你即便在颖妃膝下长大，不叫她一声额娘，也得称呼一声令娘娘。皇祖母，颖妃娘娘才是景元的额娘。你这孩子虽然不懂规矩。 但足见颖妃对你一直疼爱。既然如此，景元还是交由颖妃来抚养吧。太后，景元脾气也性子大，断不能将旁人教养了，还是臣妾自己来吧。景元好好的，断不会像皇贵妃所言那么不堪，否则皇上不会那么喜爱。难道皇贵妃是不放心我来养育吗？ 景元到底不是你亲生的，养娘不如生娘亲，养娘怎会真心待孩子好？是吗？太后，臣妾失言，臣妾知错了，是生娘不如养娘好，养育之恩大过天。哼哼，什么生养养娘的，哀家没你心思多。 孩子是谁养大的，愿意跟着谁，那就是谁的孩子。景元，你愿意跟着谁，自己说。皇祖母，景元跟着额娘。额娘真没白疼你。皇祖母，景元生病是额娘喂药，天寒是额娘添衣，额娘最疼景元了。 嗯，景元懂事。你看看你自己的言行，配不配做这孩子的额娘？臣妾知错。颖妃啊，好好看顾着景元。你记住了，孩子和谁最亲，谁就是他的亲额娘。 谢太后。真闹了这么一出。皇贵妃突然带走了七公主，蒙古嫔妃本来就不满皇贵妃，这就闹了起来。不过，也不能怪蒙古嫔妃无礼，皇贵妃太过于言辞不当，才惹得嫔妃离心，公主不满，连太后都被得罪狠了。都怪朕，当日太过心急，想着乌拉那拉氏断发。 后宫之事不能无人料理，才强扶魏氏为皇贵妃。谁知她不能安定后宫，安抚儿女，连对皇额娘说话都这么不知轻重。玉火、啊，这回永琪百日祭祀之事不许他过问，叫于妃主持吧。是，皇上，那翊坤宫娘娘请求为荣亲王百日祭祀进香守灵之事，您可允准了？ 他要去给永琪上香守灵一日，便让他去吧。只是叫他惋惜，别和其他嫔妃撞在一块儿了。那奴婢去安排。